现代人不管是走路、骑车、搭车，或是面对空污时，都会使用口罩。但你知道一般的口罩是否能有效过滤掉脏污呢？一般市面上的口罩主要以静电方式吸附脏污，当接触到空气中的水分时，静电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咯。现在你有更好的选择，爱多美空污防护口罩上市咯。采用 W 型剪裁设计，提高脸型密合度 ；V 型设计，加大气势，修饰脸型，符合人体工学的弧度，降低耳压。选用亲肤弹性耳带，提高舒适度，并使用五层结构，其中过滤层使用专利 PTFE 多层微孔薄膜，极致 0.2 孔径，媲美 N95 防御等级，有效阻隔通过表层的悬浮微粒。有别于一般静电吸附式口罩，阻隔效果更持久，层层防护不再把身体当作清净机，全家人都适用，还在等什么呢？爱多美空污防护口罩。